如果当你自己有这个能力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自己修成了，阿惟越致了，那个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像我们这种凡夫，一品烦恼没断，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要修多少时间才断无明正发生呢？12小劫。对不对？12劫。很短的时间了、啊、我们看起来很长啊，在菩萨看起来很短了、啊。啊，12劫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快啊。啊，这是佛说的。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。因为极乐世界没障碍啊，没有诱惑啊，你平平稳稳走啊，这个世界修行大起大落，哎，起得快，落得也快，啊，你一念错的时候马上堕到地狱，一念正的时候立刻就升天，大起大落，啊，所以你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好。在这个世界修行10年，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0年了。啊，关键不在环境，都在自己。环境啊，顺境逆境都是好环境。啊，顺境里面考我们，不起贪念；逆境里头也在考我们。不起嗔恚啊，在这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而不迷啊。那你这样修行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在你到那边去的，到达极乐世界，你不是凡圣徒下辈往生，肯定是中辈以上啊。那么将来时候到你自己修成了，不靠阿弥陀佛加持了啊，大概就是一般来讲的时候是3、4劫5、6劫就成功了，绝大多数啊，12劫那是少数啊。那这是什么呢？临命终时造一生罪业去往生啊，那个需要10劫、12劫的样子啊，所以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啊，我们才真死心塌地。就这一个法门，就这一部经啊，这一生当中保证成就啊啊，所以这一部。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啊，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。你要依教奉行啊，它真保证你往生啊。啊，拿到这本书没有去照做，意思也不懂，那靠不住啊，那不是你的保证书。啊，真信、真解、真行，所谓是真干。这个书是保证书。